各位钓友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钓友介绍的是我们头又新开发的产品赤黄小技杆。我们的赤黄小技杆呢，使用的是一个高密度的碳纤维素材制作。在尾翼的部分呢，我们使用的是实心尾。实心尾呢，能有效的提高我们的感度以及它的强度。导环的部分呢，我们采用的是全斜口珠，可以有效来达到我们防缠以及出线顺畅的效果。杆壁的部分呢，我们均有做一个加厚的强化处理，能让我们在搏鱼的时候呢，有效的发挥我们杆子的反发力以及增加起鱼的速度。在杆口处的部分呢，也设有一个防爆环。卷线器座的部分呢，我们设计的是一个符合我们人体工学的握把，以及强力的旋钮式设计，可以来更加稳定我们的卷线器。尾部使用的是一个 3D 橡胶防滑的握把。那这一次我们赤黄呢开发的长度统一为我们12尺，号数的部分分别为3号、4号、5号以及6号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介绍，欢迎各位钓友来体验看看。